肚子是大概像怀孕的，现在就是三个月吧，而且很硬哦，好 Q 弹哦。从几个月内要胖25公斤，20啊，几个月内，对啊，就开拍前要到达大概一月开始，一月开始，3个月，然后中间还生病，然后就又瘦了几公斤。我也是到逆流了，然后之前牙齿断掉，是拔牙，对，所以现在这边有点小，有点大。吃很难吗？本来想说这是一个蛮享受的事，但后来就是有点崩溃，就一直塞一直塞。后来觉得好像减肥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减肥其实你肚子饿只要喝水就好。但是我就不相信你到时候要瘦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怎么减。对，就是要一直吃，然后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一定要一直吃。真的是特定的食物吗？就是先从珍珠奶茶嘛，甜甜圈啊，因为我本来不太吃甜食，对，但现在都会知道那种像什么 Mr. Donut 这些东西，可能晚上9点以后去买会比较便宜，然后再买一送。那一阵子是每天都宵夜啊，然后泡面汤馆，泡面啊，因为他听说淀粉类的不舒服，一下子要吃那么多东西。不舒服啊，就是胃食道逆流。对啊，胃食道逆流也是这样造成的。胃食道逆流应该，其实我觉得胃食道逆流现在是个文明病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吃那么多啦。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吃。有啦，广光有胃食道逆流。我没有吃这么多。以前不太，好像没什么。那我们现在都会讨论那个哪个药比较适合胃食道逆流，很养生，很养生，交流这种事情。那你的卧蚕都不见了啊？卧蚕哦，现在笑才有啦。啊、就我觉得不是我啊，就是角色的样子，就不会觉得胖什么东西。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样的性格？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外形？介绍一下，需要。其实角色就是可能比较大辣辣，但其实蛮细心。而且说胖这个东西，可能就是设定了，对，想说比较不一样，对。然后他会做美食，所以他一定会吃很多。你就拍戏太久没有联防了。那现在那个肚子是大概像怀孕的？现在就是3个月吧。而且很硬哦，好 Q 弹哦。剧组大家都会对我很好，就是我有一袋专门的零食袋，里面全部都是零食。对，剧组就是在这方面就非常贴心。但此生第一次看不到自己的，看不到下半身，看到脚趾吗？看不到啊，看到脚趾。对，绑鞋带就看得到，看不到。绑鞋带用现在做，那你可以弯一下。弯，硬要弯是可以。完全把你当做怀孕的人对待。